休斯顿火箭在西部决赛失利之后，这个夏天没有保持沉默，他们舍弃了33岁的阿里扎、32岁巴莫特和36岁乔约翰逊，让球队的平均年龄大幅降低。同时球队还在选秀大会中用46号签摘下了防守大闸丹东尼梅尔顿，这个 1.91 米臂展 2.04 米的后卫模板，是布拉德利和贝弗利以防守强悍著称。但在夏季联赛中，梅尔顿却展现了进攻端的全能，他不仅能在外线随意射进三分球，还有一手不错的空切能力，身体对抗能力相当出色，可以说梅尔顿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。而且他的投篮动作神似猛龙的巨星伦纳德，真的满满都是天赋，如果火箭好好培养的话，未来或许可以成为火箭版伦纳德。他可以在火箭面对勇士的时候用死亡缠绕去防守库里，就连总经理莫雷都对梅尔顿赞赏不已。他在今天重新宣战勇士之后发表了对于梅尔顿的一些看法，莫雷说道，我认为我们下赛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继续成为头号种子，因此我们会再一次为此努力，我们仍然会把击败勇士作为目标，他们可以说是 NBA 历史上最强的球队，所以要击败他们的办法就是要有主场优势。我们真的认为成为头名很重要，我认为我们要一步一步来，冠军是下一个目标，首先要再一次打出优异的常规赛表现，让我们得到最好的位置，并努力击败西部的众多强队。从莫雷的话可以听出，火箭想卷土重来，而他们仍然想拿下常规赛第一的名次，并在季后赛坐拥主场优势。火箭在上赛季确实有机会击败勇士，可惜3-2领先时保罗受伤，距离总冠军仅仅差一场。而谈到新人的使用时，莫雷并不认为梅尔顿会把邓坐穿，他很希望在新秀赛季就杀进轮换阵容。莫雷说道，人人都说梅尔顿令人印象深刻，这是真的，在选秀的时候我们一度试图向上交易选秀权来选走他，但很高兴我们没有那样做就得到了他，我们太喜欢他了。当然对于年轻人来说，第一年想挤进轮换阵容会很难，特别是60胜的球队，他们几乎都会在低级联赛里至少打一年，但一切并不是那么肯定。我们曾经也有过一些惊喜，就是钱德勒·帕森茨，我们在38顺位选中了他，但是第一个赛季他就能做出贡献，所以这并非不可能。帕森茨也是二轮被火箭选中，但是第一个赛季他从替补变为了火箭的主力，场均出战28分钟，能拿到 9.6 分 4.8 板 2.1 助攻，命中率 45.2%。 第二年帕森茨就把得分提升到了 15.6 分，第三年为 16.6 分。在14年时，球迷们一直在探讨伦纳德、海沃德、帕森茨、保罗乔治这四位前锋谁的上限更高，那时候这四人齐名，可惜之后帕森茨江河日下，受困于伤病，但火箭相比首轮选秀的眼光，选中的二轮秀倒是有不少都能打出来，而梅尔顿确实是一块瑰宝，如果能像伦纳德那样练出来的话，未来很可能就是攻防兼备的超级巨星。